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这里是汐止国泰医院哈，目前总共有四位伤患送到本院，那其中两位到院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，还有两位都是已经瞳孔放大，然后明显的头部有外伤跟胸部有凹陷。那这两位呢是一男一女，那男的部分已经经过极力抢救之后依然无效哈，女的那个目前仍在抢救中。那另外有两位是一个重伤，怀疑右边的骨盆或者是脊椎有重伤，那另外是轻伤，目前仍在抢救治疗中。到院前就没有生命迹象，可是从外观看，外观上有明显的头颅的肿块、头部的淤伤，还有胸部的凹陷。姓吴，吴男，陈男51，段男51。段男50，那吴男是谁？吴男过世那一位是63。